打选手先把打出去以后有这个距离再去勾打鞭腿，胖一撤马上跟上去，你防鞭子，你看你踢鞭子你摔我，不要往上靠，你膝盖一弯一靠他就不容易把你摔的，然后你打野我要踢他鞭子踢摔我，首先就先把撑住他，把你伸直不让他进来，是不是，先把首先就把腿伸直他，对不对，因为你一靠他，他一踢腿你一靠他，你这样不是容易的发力。